现在是什么状况？我衣服穿不起来。你看，穿到这边都红红的了。算了，就这样子吧。欢迎收看 Aries Channel， 今天是小公主，很可爱吧？百褶裙。因为呢，我已经要三十而立了，我要哭了。就觉得啊，人生到了一个阶段，然后这时候的我呢，我觉得比二十岁的我还要更多能力更强，又加上我身边有很多贵人。第一个当然就是酷炫嘛，就是我加入反骨已经五年了。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晴雅，就是我跟他一起卖车。第三个就是 Yuna， 就是我跟他一起做精品代购。就是三十岁呢，我的事业跟各方面呢都已经就是达到很多我的目标了。当然还要再继续努力，但是我就是觉得，哎，既然三十岁，可以好好办一个盛大一点的。来讲一下，这个场地是我朋友的私人招待会所。那平常呢，他们都是要租借，要有场地费的。但是因为是我生日，他就不算我钱，我真的很谢谢他。然后呢，因为我邀请的是幕前幕后嘛，我知道幕后比较没什么预算，就平常邀幕后说要去吃海底捞啊，去唱歌，他们都说我没办法跟，哦，我没钱。所以呢，我就跟大家说，你们人来就好，不要准备蛋糕，不要准备礼物，也不用付钱，你们就是一起来跟我庆生，然后同乐就好了。那这边呢，可以容纳三十个人，我们真的幕前幕后就三十个人，真的超多人了。来带大家看一下，终于看到你了，而且他跟我买这个勾雅妈妈包，然后他还穿这个阿米的 T 恤，谢谢你来，谢谢你来。泡沫，这边有 KTV， 也有设备标，也有走开啦要撞球，然后也有吃喝菜的地方，吃喝菜在这边。这边我开了三桌，因为是三十个人，然后这边有德州扑克，然后也有电动麻将桌，什么都有，超赞的。然后这个呢是99朵玫瑰花，它是永生花，所以是不会坏掉的。然后这是朋友订的蛋糕，因为我在做精品代购嘛，所以他那个蛋糕就帮我订，就 Chanel 的。然后这个是我帮咪咪订的蛋糕，它一岁了，这是猫咪吃的，成分是鸡肉，超可爱的。等一下就开始吃饭吧。很饿哦，对，我就是来蹭的，又省了一餐，对，又省了一餐，也吃完之后剩下可以打包，又省了好几餐。谢谢。所以说，因为夫妻之间都会腻，所以总是要偷吃一下那种感觉。但偷吃又是经过人家同意的，对，他才会知道对方的好。就是哦，原来我老公的懒觉是这么的好用。哦，原来我老婆的逼这么的紧。会不会有可能结果你去到偷吃的另外一个人比较好？开玩笑，我看看。顶到小孩，小孩脸上有个胎记，这样子，对，顶到。OK。哎，那我
怀孕不能做爱吧？可以，怀孕是可以做爱的。怀的孕中期戴保险套做爱就行，或是男生不要射在女生的里面，因为男生的精液有前列腺素，会导致孩子有早产的可能发生，所以戴保险套就可以。怎么有一群人很开心？打健康的，没有赌钱的，我们是社团，社团性质，也是打头脑健康的吗？对，这样子会有老年痴呆症，你必须要逻辑清晰，排列组合。对，刚刚没有看到，我刚刚很厉害的东西，三七一摸三，哎，我整个吓到，现在摸一次给你看，是吗？过生日，他变成一岁，然后我变成30岁。希望每一年我们都可以一起过生日哦。一开始我会觉得啊，人生是要追求认同，就我需要粉丝的认同，需要爸妈的认同。但之后我又想想，觉得认同根本一文不值，所以我那时候又觉得，人生要追求的应该就是钱吧，我就是要钱，我要钱，我要钱，我要钱。但现在又觉得好像我要的也不是钱，那我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呢？我就一直在思考，然后是最近就悟出了一个道理，我需要的应该就是新鲜感吧。比如说我一直拍没有拍过的影片，去没有去过的国家看不同的风景，然后去没有吃过的餐厅，即使这家餐厅很难吃，我也试过了，这也是一个新鲜感，一个体验。所以我觉得我活着应该就是要体验这个世界吧。然后顺便帮大家解惑，因为很多人以为我是干精品代购，然后就离开帆国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退出过好吗？我一直都是酷炫的员工啊。然后这次就是把一些重要的人都集结在一起过生日。就是我还是会继续当 YouTuber， 这是我的主业，永远都是。那精品代购是副业，那我也很喜欢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、不同的行业，因为我从16岁到现在，我一直当网红，我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这也是一个新鲜感，我觉得很棒。那未来也会做团购或者是临时代购，都会继续做的。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。好啦，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。其实这个影片没有什么重点，只是想说30岁好好办一场这样。以上就是今天影片，如果喜欢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各个平台，要追踪我们，下次见，拜拜。